企业，没有我的政府，那台湾造诣不像台湾项目不再愤怒。游戏王从天空降下，一天老子阿基士，我饶了都是娘，你妈才坐在给你吃。十七话，中心话，官员都在讲屁话，买鱼棒，抓鱼棒，我只有这样一点欲望，只是肚子饿着去买个三元鸡，购买水晶都有，那些人都是假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